好，我们两手合掌啊，那两脚平行立哈抓地两三下啊，那么我们运心做观想啊。那么观想呢，我们现在要礼拜阿弥陀佛呢，并不是阿弥陀佛需要我们拜了。关了，那边关了，奇怪，怎么会回音呢？哎，那并不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去拜他，佛不需要做崇拜的动作，所以不懂的人呢，甚至在宗教之外的人，他会看，哎呀，这顶礼就是这种崇拜，我就把它想成这样，那个是崇拜这两个字本来。没有不好，没有负面的，但在语境当中呢，华人的语境呢，崇拜这两个字，放在宗教里头的话，它是会是至少在佛教当中，事实上是把它俗化的，俗化，怎么说呢？因为你人也会崇拜啊，而且那个崇拜往往代表着是一种很世俗的情况。比如说，他很会读书，比如他很有钱，他很有地位，然后旁边的人呢，这个类似像，类似像追随者，我们说粉丝，那用一种个人情绪性的、很情绪的，这个追崇、膜拜，是这样，那就变成崇拜了。所以崇拜在语境上面呢，其实是一个很俗化的用词。那还有，比如说膜拜，膜拜也是，这非佛教徒呢，或者是非宗教徒，他会说膜拜。我不太清楚，基督教跟伊斯兰教，他这个膜拜是 O 不 OK？ 好像或许他们 OK， 但是在佛教也不是。也不是用膜拜这两个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膜拜也好，崇拜也好，崇拜是本来他我刚刚说本来是好意的，但是呢，他后来带有一种俗化的概念，俗化的，甚至俗化到不理性，这种崇拜，有时候给人这种感觉当我们说哎，这个人很崇拜他，他怎么样？有时候会。甚至在旁边人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描述这事情的时候，是用一种比较悲疑的口吻，有时候是这样。膜拜的话呢，或许其他宗教可以接受，但佛教也不是膜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说了，佛不需要你膜拜，佛并不是恩赐你什么的人，但是佛会加持你什么，倒真的。但不叫恩赐，不是，所以佛也不是本初创造主，他说我呀，我要膜拜你，赞美你，然后你给我好处，这是一种，交换关系，我们跟佛的顶礼啊，我们现在顶礼佛，礼敬礼拜，顶礼这样，它不是一种交换意义。不是，包括我们念佛也不是交换意义，是我们内在的内熏意义，内熏是我内在进化，顶礼佛事实上是在进化自己，当然一定表达了一种尊重，极端的恭敬，那是因为对于佛的圣德我们理解这是带着更多的理性，而不是一种精神，一种私人感情式的英雄式的崇拜，英雄式的崇拜呢，它可能会发展成为什么？发展为唯我独尊，我教独尊这种观念。那我教是独尊的，那我对于不信的人呢，那就是敌人，是卑劣之人，甚至于肤色，甚至于种族，种族，像。所以犹太教他就认为，上帝只对希伯来人恩赐，其他人都不是天选之人，
哇，那这个后来在基督文明里头修正了这个看法，啊，所以他们彼此不合了，用的是同一本圣经，解读的概念是不一样，就是取那部分来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可能唯我独尊的那种这样。那佛教不会这样，因为佛教的本质是从人类的我执而造苦作为基本的哲思。跟宇宙生成的理由，宇宙生成的理由是每一个人的自我妄觉相互凝结而成为这个什么呢？成为这个宇宙的样态，它并不是被谁所客观造出来的，它是随着众生样态不同，它看到的世界就不同。我们彼此间看得到，是因为我们的业感相近啊，我们才彼此间看得到。是这样，好，那么这样理解了，所以我们的顶礼啊，其实跟一般意义下的崇拜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也跟一般意义的那种恳求，啊，或者是礼敬之后礼拜之后呢，可以换得啊这佛的怜悯恩赐呢，这不太一样。不过呢，有时候我们也会谈佛的，请佛怜悯，佛菩萨怜悯我等。那什么状况呢？那是在自说自己的无知。那么以怎么样呢？以放下我执。那么这个放下我执之后才能够打开心量呢？怎么样？承揽佛的智慧与我心中的本具的智慧相互感应。它意义上是这样。所以不一直都不是那种主从。你是我的创造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这种观念。那其他宗教就是这样，哦，就是这个我们没有鄙视的意思，我只告诉你的，那是不一样，哦。那这个不一样呢，比较起来呢，当然主从或者奴仆。主仆关系呢是相对容易的。主仆关系的话，特别是人对于那个上帝的全然的那种，你是我的创造主这样的啊，那我都被你创造了，那我还有什么想法呢？想法是你恩赐给我的，所以我就全然的头盔啊，然后顺着你的意思呢的顺从，好，啊，礼拜，祈祷。那你给我的，我就知道，我知道就一定有。他这里头只有我跟主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这个奴仆啊，或被创造者跟主人创造我的主人这样子的关系。我们彼此横向的关系呢，在其他宗教里头当然也有，但就没那么鲜明了。没那么鲜明。你想想看啊，我对人谦卑，但是我对上帝不敬，这绝对不会是基督教可接受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佛教就不同哦。佛教它，你对佛的关系跟对周边众生的关系啊，往往是相联动，就不是说你把佛照顾好了，你周边众生呢，我甚至可以去侵略，你十字军东征或者是。耶回两教，他们可以互相侵杂，他们都说服务上帝，都是为上帝服务的，所以兵戎相见的，还觉得就在宗教之内。但我们佛教就不行了，你要对佛恭敬尊重随学的话，你就得要对众生要慈悲忍辱，甚至受杀父杀母亦不加报，到这个程度。啊，这个呢也不是佛陀说他是你的主人，所以他这么规定你只要照这样做，也不是。但是他这样讲的话是因为有个道理，你还得去基于那个道理，而不是基于他是佛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子我为什么讲解这件事情呢？就是要厘清你这等一下在礼拜的时候你到底要用什么心情。好，用什么心情。我曾经说过，这有出家人都比丘尼啊，他称阿弥陀佛说是我的爸爸，我的爸爸，我怎么样这样？
当然我们也会讲说那是慈父，但是呢不是塞奶，你懂吗？称念阿弥陀佛不是用塞奶塞奶撒娇，不是这样干的，这没意义的。因为撒娇是代表什么？你想想看，谁会撒娇？亲儿女对父母，而且往往某些时候还是为了什么？然后为了他的继承他的财产，哦，你撒娇，这种撒娇是排外的，你懂吗？排外的。哎，我跟阮阿母撒娇，啊，你也来搞阮阿母撒娇，你是你，对不？只有我跟我妈的那种特殊关系，我跟我爸这个，我们才有撒娇的关系啊。对不对？而且这种撒娇不需要理性，我得给他塞那一个对吧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啊、哦，所以这是不对的，哦，这样在称呼我们跟这样在建构我们跟佛的关系啊，是很俗化的。或许啦，对于某些初学佛人来讲，也有提息跟连结的功能，哦，所以我刚刚不讲嘛。佛既不需要你礼拜，也不需要你撒娇。那如果叫佛是不是很冷漠？没有，佛慈悲到不行，佛慈悲到甚至你骂他，他都来救你。你看，这就跟上帝不同了吧？你敢骂上帝试看看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这就是佛的究竟慈悲。他知道你骂他一定是你颠倒啊，颠倒不是本来的你啊。对你越骂他，他搞越怜悯你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的礼敬是什么？那是发自内心，我们的体解佛的慈悲伟大，然后我们对于佛的这种很深的乳慕意念之情，这个不是撒娇，这个是带着一个理性跟理解，跟一种尊崇、尊重，啊，想要随学，啊，随学也不是要跟他比高低，也不是，是因为那是我生命内在的呼唤。是这样，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慈父呢，这不是用撒娇的角度讲，是用一种智慧的，啊，生命的导航者，这样子，哦，这个观念上是要这样，所以理论上，佛弟子跟佛的那种关系呢是，有很深的这种真理随学，而这真理是，不是佛创造，也不是你丢掉的，是宇宙之间存在的。我们是基于这种客观的真理，所以我们对佛的圣德啊，有那种无以复加的这种尊崇、随学、仰慕、意念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呢，就不带着私人的那种撒娇情绪的，不是。可是呢，却比撒娇还要强烈的连结，了解意思吗？它更加连结，哦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对这个观念呢，大家慢慢去体会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那即便没有不是这样，可是我们在造罪的时候呢，那就是用撒娇啦、崇拜啦那种私心私情在做的，造业是这样子，啊，这就麻烦了。怎么说呢？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没有礼拜他，他没有接应我们，而是我们自己在造业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拿了一个很强烈的我执，啊，这个贪爱，然后呢，根本就是把佛的教理教导是放一边的，你是不意念他的。然后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完成你自己的贪爱啦、愤怒啦，啊，怎么样，杀盗淫妄啦，哈，这个婚外情，不是这一类的，都是为了核心，就是围绕着你自己。好了，这么一围绕你自己，你的世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？一个贪染的世界，包藏着你。不是佛陀因为你没有礼拜佛陀他没救你，不是，是因为你只想着你自己，那佛呢，佛在旁边眼睁睁的要救你，你根本不看他，手也不伸向他，啊，等到恶业现前了，你想伸向他也弱弱的，很弱很弱很弱。第一个恐惧，
第二个不习惯，你强烈的造恶，强烈的造恶，你就习惯以我为中心造恶。你什么时候想过佛？你什么时候体会过佛的那种无尽的智慧、慈悲？没有条件对你的爱，你哪会相信？你不会相信？那你爱什么？你爱钱财啊、名利啊，甚至于爱报仇啊，怎样子的这一类的私心私性，那一直滚动在这当中啊，你就习惯这些恶念、这些贪念，那结果呢？古德讲的是“弥陀垂手十劫啊，接引无人”。弥陀佛的手垂下来，十劫是指的不是真正十劫，是比十劫还要久还要久，很久很久，就是很久的意思。然后呢，都接引不到人，因为呢，这些我们就凡夫就忙着自己造恶，所以他伸手你也看不到他，你也不甩他。法华经上讲怎么样？这个大富长者看这个火宅之内啊，已经会小他的儿女呢会被烧煮啊，就劝他们出来。可是这些小孩子啊，东西驰走，弑父而已，跑来跑去的，还在火宅内跑来跑去。那父亲在叫他，他也看了他一眼，就像我们现在在佛前看了他一眼。但是什么？哎，立他，哎，你休蛋呢？我醒来圣洁个讲。不知道要被烧煮里头的种种野干虎狼狮子啊、豺狼虎豹，乃至于这个蜈蚣油盐这个吃枭啊、雕鸠啊、种种飞禽走兽都会咬你的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业障啊、六道轮回的苦都在那，那你无所谓，东西驰走，弑父而已，还会看一下，但完全不为所动。我们就是这个状况啊，所以恭敬该怎么样？恭敬就是穿透我们的颠倒，仰望佛陀、弥陀呢，这个无尽慈悲，而且是无缘大慈，没有条件。第二，你要看看我们就是那东西驰走的小孩，是不是要忏悔？所以还是一样，一则忏悔，二则恭敬。三则依此忏悔跟恭敬呢，念念念佛德啊，念念向于我要应佛的本愿，我要发菩提心，临命终时我信愿坚固，现前不动摇，蒙佛接引往生极乐，最后到极乐世界，我回入娑婆广度有情。平常我的时间，平常还没到临终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让我信愿现前？人家约你去日本玩，约你是美，现在日本日币正在贬值，去日本玩很赚，是这样。哎呀，不小心说出来。那么呢这个去那里玩呢，或者到非洲欧洲哪里去旅游啊，说很便宜啊，你要这样想，我要把那个钱拿去供养三宝。这个娑婆世界是烦恼性所成，哪有所谓真正的美啊？要美的话，我今生搞定到极乐世界，哈哈，那才真大美特美，我何必再浪费这个时间浪费精神呢？不是说我们佛教徒不解风情，不是，而是我们怎么样珍惜资源跟生命的有限。 Hello， 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如果人家约你去的时候，你就他没学佛，你就不要跟他讲这种话，人家觉得你这个人很不近人情。但是你心里的话知道是这样，那你可以这样讲说，哦，我最近比较忙，我最近在万佛寺做志工，你把万佛寺、志工这两个什么呢 keyword 把它说出来，种在对方的心目中，做志工是干嘛的？做志工就是去服务，去在道场当中很愉悦，越做越高兴，身体越好，那所以我去那里做，你要不要去？万佛寺在哪里？万佛寺就是那个。这个在城门水库啊，有个公园很漂亮的地方，你就要这样讲，你要反熏他，反熏他，也不要这样，人家约你去玩了，你就跟人家讲了一大篇刚刚我说那个道理，人家觉得佛教徒无趣，你懂吗？洁癖，无趣，那么后来人家就决定不学佛了，都是因为你害的，也不要这样，懂吗？
啊，要投入人间而不为人间所惑，啊，引导人间而不为人间所引导，啊，好，如是这般呢，我们眼观圣相，口称圣号，耳听法音，身作恭敬之礼拜，意念呢，意念恭敬，然后也修忏悔，那正要发菩提心，求佛加倍令我这个平日之时啊，信愿现前，临命终时啊，信愿坚固，决定不怀疑，不恐惧，不迷惑，蒙佛接引，往生极乐啊！万缘放下，信愿提起呀！我们六根要都摄，信愿相继，念停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佛南无阿弥陀佛。佛